然后我是玉萍，然后我是主唱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吉他手佳怡，然后我们的贝斯手元芳，我们先讲开歌的意义好了。可是会开这首歌是因为看那个日本的动画，就是你的名字，对，然后想说用这首音歌乐来呈现给大家，就是你先表现我们有多喜欢这部电影。那我们开始。守候。
谢谢。